Hello， 我是小叮当，你们要的好嗨呀，今天它来啦！刚好冰淇小姐姐也送了我一个拯救小花鸭，不如一起玩了吧？封口处是一层贴纸包着，没想到赠品你也这么用心。哇，居然能拉这么长的丝，这和泥的胶感很足哦！指纹识别器又上线，超级的好戳，很吸手指。很高级的香，我越来越爱冰淇姐姐家的泥了，揪出来一点都不粘盒子。哦，超级清脆。这几个小鸭鸭好像真的在这游泳哎，拉伸性也没得说，金属光泽特别强，起泡也很容易，而且一点都不粘手。再来看姨妈家的好嗨鸭，里面有一只大鸭子，哇，太清透了吧，好像一块软玻璃，透指纹当然也没问题啦，特别好戳，有一股水果糖的香味，哇，我太喜欢捧一片汪洋的感觉了。再拉一个金属丝，泥泡绳好清脆呀，起泡也完全没问题。今天这两盒泥我太喜欢了，完全不踩雷，而且一点都没有化。好啦，每日一问，你们是喜欢小鸭鸭还是大鸭鸭？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每天测评好玩的，下期见，拜拜。